我就找到了这一台，妈妈肯定的，哎，就是的。但是它可以发热，没错，而且热得快，而且还低耗氧。旁边的部分它有一个旋钮式的，那就是一个热风的功能，所以它可以从600瓦嘞，还有到1200瓦，它都可以，它预约很方便啊，压一下，对，一小时，有没有？两小时。三小时你都可以去调，它还可以烘棉被哦，它是做到一个延伸的伸缩的，有没有？它是磁吸式的，你要用的时候你就这样搬一下就好。还有一个配件就是在我手上，你可以把它推开，它可以变成十字的，那你就是像这样子，有没有把它装上去？接上去吗？对，它你就可以这样子直接把它放到你的一个棉被里面。还有更厉害的就是烘衣服的，它还附一个袋子，它还有附一个袋子，那你可以利用它哦，把它做一个延伸管的方式，直接把它放到这个袋子里面去，还可以烘鞋子，换一个零件就可以了，换一个零件就好了，来，布鞋、篮球鞋、长筒靴，还是你家里面一般的鞋子，你都可以利用它把它烘干。好用以外，是好用，还要安全，把它倾倒。意思就是提醒我它倒了吗？而且它会从热风瞬间变成冷风，就是送风温度降下去之后它再帮你关。那我换我的毛小孩行吗？也可以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安静。这个真的是居家的一个好朋友，而且不止湿冷的冬天需要，我觉得四季都还蛮合用的耶，春夏秋冬都很适用。